嗨，大家好，我是爱他爸，今天非常的开心哦，又是礼拜五小周末，我一下班呢就赶快回到家，提早下班啦、啊、那回到家就是要赶快来抽这个波瑞斯哦，因为我波瑞斯目前觉醒二了，再一只就可以觉醒三，所以我希望呢，真的今天能心想事成，抽一只出来。毕竟呢，它也不是一只就是牌面上非常非常顶尖的英雄。我在想，游戏公司应该不会卡它吧？好，那在此之前呢，我们这些特定神圣召唤有一颗，我们来抽抽看哦，有没有？拜托，波瑞斯有没有机会？哎呀，没有啊！好，分享一下。50颗钻石加减领哈洛哦，这个早期非常好用的补师，不过现在大家应该都觉醒五了。好，来我们来抽了89颗，来波瑞斯有没有机会？而且我上一次好像，因为我上一次是 有抽中哦，上次没有抽中哦。我们待会看一下，那我上次有，上次好像有抽中，我们看一下。我上一次是几颗了？保底召唤三哦，又重新了啦。上一次最后一抽抽到这个别西普啦，啊，所以我们来抽抽看，来波瑞斯有没有机会？金色没有，好，第二次抽啦，拜托啊，一定要让我中啊！好，收一下，来，叮铃铃，叮铃铃，波瑞斯，快快显灵，拜托，金色，金，哎呀，没有，可惜啦，OK， 好，我们再来，波瑞斯，拜托，金色，第三次抽。好，还是共估哦。好，再来，哎、欸，这边有九颗，哇，一下补九颗，好补哦。再来，第四十抽，拜托金色，有白呀、啊，白乎乎的白，白白白，好，第五十抽来，拜托，一定要中啊，波瑞斯，波瑞斯，波瑞斯，金色。紫色，好，紫色啊，再来，再来，波瑞斯，我都不要塞特拉姆，我就要波瑞斯，好，又共估了，再来，有没有机会？拜托，拜托。都快一百抽了呢，哎，怎么没有？宕机，宕机，宕机，就代表要来了。金色，金金金金金，紫色啊！我卡了一下，我也要中了。好，再来，博瑞斯第90抽啦，博瑞斯金色。哎、欸，他现在好像说这个召唤水晶可以用红宝石来补，不足的时候可以用它来凑十颗。哎，我看一下有没有。拜托金色，我感觉好像没有补啊，它是分开来的。哎、欸，好像不是啊，我记错，不是这个游戏，是另外一个游戏啊，我记错了，它才有这种。钻石补这个他的转蛋券，而不是在这边。好，一百抽了，会中就是在100到120。哦，我们应该是100抽了吧？三、六、九、十，对，100抽，100到120会中，就是会中，不然就要保底了。拜托，天灵灵，地灵灵，千万不要保底，波瑞斯来了，金色。哎呀！感觉非常的不妙啊！哇，上一次也是，千万不要！最近运气怎么这么背啊？再来，
波瑞斯，拜托金色该来了吧，金色！哎呀，游戏公司，你这样子搞，难怪大家现在都不想氪金了啊！哎，好，再抽，百多金色，130抽，没有啊！我看我要抽中也是非常的渺茫啊，就感觉今天运气这个亏啊，一直不顺。再来，有没有机会？金色。转的都不是非常棒啊，好像要第150抽了，不是140就是150，来抽抽看啊，拜托金色，金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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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呀，怎么这样啊，角色卖一卖，啊！我们看一下哦，东西收一下。啊，我们刚才抽的有没有什么活动可以领什么？哦，英雄降临第一名。哦，也没有稀有召唤水晶啊。活动哎，也没有啊。那么我只能卖英雄哦。Even blind, I strike true. Even blind, I strike true. 1200个，这边应该还有啊。Even blind, I strike true. 这边好，把它卖一卖，紫色的先不拿，先拿蓝色的。好，多一点啦，多一点卖才比较多钻石啊。哦，20个了。哇，这样好慢哦，批次选择啦，直接批次选择，然后直接先卖啊。Even blind, 一个，刚刚一个放太慢了。OK， 再继续哦。批次选择，咋批次选择 ？OK， 可以卖啦。Even blind, I strike true。好，这样有了吧？3000了，加起来应该快200抽了吧？应该有了吧？就保底嘛，180抽啊，一定就自动触发保底机制，180抽啊，3、6、9、12、13、14、15抽，再30抽啊，好不好？来，应该是保底了。来，波瑞斯有没有机会？波瑞斯，哎呀，都是这样子啊，抽到保底啊。好，还有20抽，看这一抽会不会中，让我省一点就是一点啦、啊。真的抽到保底。干，如果保底来给我那个奥里姆，我真的会翻桌、哦，会翻脸啊，会大骂、啊。来，拜托，波瑞斯，金色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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了，金色保底，金色保底，拜托，波瑞斯，波瑞斯是不是有动画？我记得好像是有动画，波瑞斯，波瑞斯。干你娘嘞！哦，啊，哦，我操！我这口气真的顺不过来啊！干，不想抽了，不抽了，不抽了。
哇！干，这边还给我打广告、啊，奥里姆啊，还给我打广告，操！好啦，就这样子，拜拜。心情不好，不想多讲话，拜拜。